乐乐，我把这个折半。天哪，乐乐，你眼睛张开，然后又在那边发呆。会太多的部分。乐乐，马卡龙、馒头，还有饼干，还有豆腐、饼干、核桃。啊，浪费了！你们不要再乱喂了啦！哦，真的浪费钱。他确定可以吃吗？连这个都不要吃，核桃不会坏吧？核桃会坏吗？我今天有喂他有那个啦，馒头。红枣。那他现在这个动作代表什么？不要了，那不要了，那容易坏掉。馒头啦。这个不行吧？有一颗馒头是好的啦，一定有一颗好的，因为我今天才喂他一颗馒头，就是没有啊，他把它吃掉了。乐乐，这饼干看起来也很很好哎、欸。怎么办？怎么不动？忧郁，还是太肥，懒得动，完全不动嘞！这么久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分钟了哦，太忧郁了，怎么长这样？忧郁症。我怎么了？真的嘞，他靠墙哎，他就已经太饱了，你还喂他？我看我们的食物真的都是被他浪费掉了。怎么忧郁症了呗？这种时候就是要做一件事情。这个好难用哦。哪个？整个给他咬了，他的牙齿比你好了。没有，我想说不要给他那么多啊。这个不用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他要藏起来。往前面一点。好，他慢慢吃吧，你要慢慢拿。还是放在桌上给他，他自己会吃。他吃超慢的，对啊，你放桌上好了。把手给我放在那里干嘛？乱摇。哎、欸，怎么跟麻吉一样呢？好，继续面壁。一坨球。发生什么事？那颗捡起来，哪里？那不是有一颗？哦。你看，有人喂两颗。不是我啊，那当然不是我啊。我也没喂啊。那就爸爸喽。我怎么可能给他卫生纸？那只有爸爸了。爸爸也不会给他卫生纸吧？不知道，我决定没有，我绝对没有喂啊。不然他从哪里捡出来的？你放他嘴巴，看他要不要吃。哇，我已经拍三分钟了，然后一直要一个位置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说了算。让他擦屁股，搓擦屁股一下，他就吓到了。他今天没吓到。搓啊，赶快搓啊！我搓了，他没吓到。我要看他的反应为。我搓了，他没吓到你搓他一下。他干嘛？咬。他咬什么？咬箱那个啊，柜子啊，不能干嘛？为什么咬？嘴巴咬了，嘴巴痒了啦。他手在推过去。你要摸他头，他才推亲你。他会亲你？推。然后会怎样？他就不想你，不想摸你，他想要摸头。他想要那个。转去了。嗯。转去哪里哦？